玩车朋友，我们那个在 SGT 5上哦，有拍那个改装的卡车，日本叫做 Dekoto 啦。这次因为 NPA 的关系哦，所以那个社长有来台湾，然后他们也来了几台车哦，改超漂亮。然后我们来采访看看车主、社长他们对于 Dekoto 在台湾的一些看法，跟他们在日本这么夸张是否真的能够合法上路哦，这个问题我也是非常的好奇。那在台湾呢，他们在这个方面会不会丧失他们对于玩 Dekoto 的一个热情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で、日本でデコトラ、デコトラ、なんか、はい、ルールがありますか？車検として。はい。毎年車検があってですね、全長の規定があるので、あまりあのミラーとかを前に出しすぎたり、バンパーを前に出しすぎると車検に通らなくなります。で車検に通らないと需要ですね、走れなくなります。え、新車からもう1年以下？1年です。毎年1年、毎年。普通の車と比べると厳しいと思う。厳しいですね。はい。じゃあルール守らないとバンパーは通れないですか？え、あの取り外し、はい、外しなさいと。わかりました。これやばい。デコトラどういう人たちですか？日本で。基本的には仕事用にあの使ってるトラックを。自分の好きなように飾ってるっていう人が圧倒的に多いです。とこの感じで言うとあの日本でなんだろう、あちょっと悪いけどなんか不良のイメージがありますよね、はい。そうですね。実際には不良ではないですね。そうだね。やっぱりトラックにその自分の思いをこう乗せてるというか、だから非常にトラックを大事にされてますよね。あそう。みんな綺麗。そうです。ピカピカするやん。はい。はい。安全運転ですし。これで結構かかるですか？そうですね。あのそもそもトラックの本体を買うお金以上に飾りにお金をかけていらっしゃる方もいらっしゃいます。女性ドライバーもあります。女性ドライバーも増えてますけど、女性ドライバーで飾ってるケースはまだまだ少ないですね。男性の方が多いです。あと海外のどこかあります。そうですね。私は10年ぐらい前からシンガポールにずっと行ってて、はい、シンガポールも。デコト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タイ、そしてフィリピン、はい、東南アジアに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トラック。みんな好きよね。そうですね、トラック。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什么样的动力驱使你这样坚持的这样玩下去？帅。还有没有？就帅而已吧。哎，那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就是玩这个风格？好看啊。是从哪里发现？杂志吗？还是往影片？日本吧，那就觉得我要这样玩，对啊，照着日本慢慢玩。这个这样的那个改装的话，会不会很麻烦啊？就是要改装哦，它是装上去就好吗？还是有些地方要切要干嘛？对，几乎都是装上去而已啊，原车也比较不会动到了。哎，你们玩这个多久？很久。这个在台湾其实很久了，有一阵子。6年有。哦，真假的？是哦。以上，只是没有玩以上这么夸张。这么日规划是什么时候开始？最近吗？最近。是什么促使你们会？怎么疯狂？对啊，这热情这样子投入在这个上面这样。因为每天跟他为伍嘛，也不可能去，你轿车也是偶尔才开而已，每天都在开。所以心情要弄好，对啊，不然心情会不好。看到你们车雇了，那比很多轿车还好。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在那种制度法规上，就是很奇怪，对啊，有些那种没在雇的车都验得过，然后在开路上会掉下来。对，然后灯都不会亮，有没有？对，都觉得哇，很奇妙啊。
Hello， 阿志。哎，你好。你今天看到这些车子都是经由你的手出来的，你那个时候怎么会想要踏入这一块？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运输界，其实我们跟车子相处的时间特别久，然后我们想说把自己的车子就是稍微装饰打造一下子，然后让客户也觉得我们的车子比较特别。客户看到你们车会觉得很屌？每个人都问，都说哎，这哪里改的啊？然后花多少钱啊？精神之类的，算是代表自己的公司跟自己。对对对对，一般。现在开货车啊的年纪都是比较下降，然后让他们有意愿去花一些精神跟心思来打造自己的车子。可是他们也是在营业，对不对？也是他们的收入来源的车子。对对对，所以他们也愿意花钱投资在这个上面。对对对对，这些改装要加装上去就好。这些改装当。东西的配件，我们都是尽量不破坏车底为止，都是属于附加的。对，因为这个很重要。是是是，因为我们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在玩车，我们也不喜欢破坏我们自己的车底。对啊。问一个问题哦，业主看到这个车，真的对你们有加分？哦，我觉得效果很好，而且我举例说明，如果我们从事一个搬家业，他的东西放在一台干净。的车上，对一个脏兮兮的车上，他会感觉很就是对不一样的感觉，而且他也很认同我们这样做。因为我看你们的人啊，车子干净，人也很干净。是，对对对，我觉得我刚刚我现在发现，因为人他们的干这个就是他是这个是搬家的大哥，是是是是，他身上完全没有油啊。对对对对，手指头也是干净的。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传统真的是完全对对颠覆。对对对对对。那这块还要靠你继续加油。好，谢谢，很硬，非常硬，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拜拜。